传得好。不可能吧？这球是没有一球是巧合的。我一定要吃你。传得好。我早就等不及了。投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会进。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好球。不可能吧，慢点，放不过来，传得好，真有趣。你可得小看我了，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比赛就该这样，稳下来，再进一球。我早就等不及了。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尽量把球传给我，来，进他一球。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